去的时候。听点。现在是我们新生日的书文，小朋友们来帮我们批阅书文。快，他刚好吃了。连连的跟一些。他跟书文一起。要给老师的灵珠，是看老师不是。我们可以请你讲一下关于闭关的事情。闭关？对啊，过几天闭关。闭关就是管人间的天地水。其实天地水都可以好好把握。不是有讲过说天是感谢天，地是感谢地，水是自己。大致上是这样。哦，简洁有力，可以。真的啦。我喜欢。可以请说一些关于土路的事情。虽然在平时。也有无形的存在这世界上，但是其实普渡的时候会更多。人家说人山人海，到处都是，所以在这个月的时候讲话要小心，讲话要有礼貌，早点回家哦。不可以晚上乱跑，但是没有早晚之分，就其实没有早晚之分，就不要乱讲话就对了。那你们那边也会有地震吗？没有吧，他很重力。对啊，没有重力。他们都用飞的，然后重力了。这发言我有点吓一跳，被吓得到。弟子今天8月16、17、18会去参加会计师国家考试，祈求今年就可以通过考试及格。祈求让孩子好睡不哭哭。你知道为什么这样一整年需要三个满个世界的人？每年都会有什么上元、中元、下元？每一个地方有办法会啊，有办这个注册啊，一定都会有它的用途。如果你没有参加到上元，就要注意到中元；如果中元没有注意到的话，那就注意下元。可是有些比较有信仰的人，他三个都会做。有时候还是要跟大官的。打好关系。如果你下半年不太好，或者是你在年终的时候不太好，都去跟这些大官去报一下。今天是为什么要报？报了本位才有用，因为报名就是你八月的时候这个才会启动。哦。我们加持过之后，这个结界才会启动，所以一定要报名。那为什么要火供？火供就是提供能量。如果说人不在啊什么的，那都没关系。只要人在的话，就是尽量让他活够。OK， 开关。对啊，他说报名就来启动啊，这是一个开关。所以尽量要每次都。哎，像有些人不方便，就你们帮他点。点的时候，其实在蜡烛上面可以点到他的姓名。啊，这个要去哪里下载？家庭，你们在给大家看，所以要干嘛？要先报名法会，要先报名十三日来结缘，结缘本位的时候可以一起结缘活动。如果没有办法活动的话，就请你们带点灯。